凡与圣种种的差别解，但是呢你要了知他们，不去在相上去求，在性上去求，了知自性的差别，反而堕落三昧三昧体。根根是了知的，了知的解，对境根境都成真，根也是真，境也是真，根解无二故，有浅深的差别，有甚深的差别，甚深的般若，甚深般若不与二乘共的，大乘的了知皆入世的，境的差别，佛的解，佛的解就是佛的智慧照了，无余故，尽照了之。这里头还有有漏的差别，无漏的差别，种种的解，种种的差别，佛字都能了之。发了二都把三宝天的心的菩萨，他欲证佛智过，他欲达到一切悉了之。这些解叫什么解呢？妙解、大解、无量解、正位解宗，得如来的解脱，无障碍字。这个是在果德上来论那个发菩提心的功德，就是在佛果上来说的。但是初发菩提心的人一定能成就佛果。欲以无量的方便悉知十方一切众生界，一一众生的他的清净的解，他的眼悟解，他的广的解，他的料的解，或者细节初节，全部能了知。初发菩提心者又能具足了知，欲悉知生灭解、方便解、分别解、自缘解、随因所起解、随缘所起的解，一切解网，所有一解的网，悉无余故，为这个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了，学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不去在相上去求，不要在相上去解释，我念了这么多不去理解的，其实比方打个比喻，你不要比喻了，直截了当的关心无奈，过你的自性，以佛的教导而解，解是解悟啊，或者我们把它念成解脱的解，了解了什么事我明白，这解就当智慧了。这个比喻啊，已经甚深甚深了，散子众生的根。法会菩萨还进一步的说，佛子福之持欲，好像这个比喻还不能完全比喻出来。假使有人，假设的一念情能知东方无数世界一切众生住根差别，前头是解啊，解释一是根呢、啊、现在不说解了，说根根啊，念念入世今阿生其劫，有第二个人于念情能知前人阿生其劫念念所致住根差别。入世广说乃至第十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已复入世，佛子啊，
使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住根差别，可知边界。菩萨初发而度了三藐三菩提心，功德善根，无有能知其迹者。要讲这个发而度了三藐三菩提心的功德的善根呢，找这个边际不可得。为什么？何以故？菩萨不其限于，单为执所世界，而所世界众生根故发二度了三藐三菩提。而菩萨发二度了三藐三菩提，不是为了广知道众生的根来发的二度了三藐三菩提，它含义还广得很。含义什么呢？为尽知一切众生根故，发二度了三藐三菩提心。尽知一切众生根。为尽知一切众生根种种差别，广说乃至一切众生根网，发而度了三藐三菩提心。实际上举的这么多例子啊，来比喻，都显示发菩提心啊。咱们这个比喻啊，在这比喻上啊，不去去想它去，也不必说用脑筋，就是发显示发菩提心的，它的功德，它的量，如果都是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什么呢？无上，无上的觉悟。无上的觉悟，无上正的正觉嘛，就是无上的觉悟。发菩提心就求证菩提果，求证菩提果。这个中间的文字，所以显示这个比喻，就是显示发菩提的功德不可限量的，无与为喻，拿什么比喻都比喻不出来。就这么个含义，说举了这么多还没说完呢，还没有比喻完，法会菩萨还要给他比喻。而且在我们读这些个华严经的经文呢，你不会被这个所干扰，你在这个经文你闹不清楚的，不会想这个比喻，你直接是想问题，想发了菩提心，证了菩提果，只想这个功德就好了。这功德什么样子呢？咱们前头讲的净行，那是让你去那么做。文殊菩萨叫我们说，你求那个清净行啊，这些个你能得到。你能发二度了三百三百天，发了二十天三百你都明白了。把净行完了之后呢，又把那个所净行所行的不要去起执着，来个泛行。泛行讲的真空觉相业，怕你落了断空，而后法会菩萨说了这么多比喻，这个相可太多了，这个相没有，这叫泛行。你往那上会啊，你形容着这个所说的发二度了三藐三菩提啊，可不是空的呀。这后头再说了这么多的比喻，比喻就证明让你懂得泛恒以后有什么有啊，就咱们现在念这些个，这都是有。这个有吗？
唯心所现。法会菩萨说了这么多，根还要说娱乐，佛子啊，福之随缘，假使有人于念行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的种种娱乐，念念入世，即能够生其劫，次第广说乃至第十。这没有一个一个的都那么说了，就把它抄了了。次第广说乃至第十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以复入世，使十方的众生所有的娱乐可知边界。假使能知道，那菩萨初发二度的三昧三昧心的功德善根，没有能知其边际的。何以故？佛子啊，菩萨不其限于单为知而所众生欲乐故，发二度的三昧三昧的心为尽持一切世界所有的众生种种娱乐，广说乃至欲界一切娱乐王，方而度了三昧三昧体心。发心的广大，而菩提心的量，是不可说不可说的。这都是显示菩提心的量，说发了菩提心，那个量用什么也显示不出来。举了这么多的比喻，都不能显示发菩提心的量。发菩提心能包括这些个上的所有显示的，都包括境界。而害怕菩提心的功德显示不完，这不是像我们世间说一个功德，世间相的功德，那这个发菩提心，法会菩萨所说的，一直到这品完，都是这些个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，我这功德得个神福报啊，我今生财富多一点啊，身心健康一点啊，不是没想象这个。对，大家听到念这些个文啊，这单等于念。你想想吧，这些所有的比喻，哪个你能达得到？没有一样事情你能达到你所能理解的。如果你不听华严经，不念华严经，你想象不到的。你在咱们这个南阎浮提能想到这个，这无量世界无边世界，无量无边世界在你发二度罗三菩提心之内，不在你心之外，心外无法。离开这些法，去找一个所发的菩提心的心，法外无心，就在这个有无之间，你去观。咱们前头是犯恨，我看你直接的修犯恨好了。要想知道功德呀，你得犯恨里头去找。就是在犯恨的，就是发菩提心的清净行为，清净修。这个发菩提心，这些个。在我初学的时候，我的老法师念都没给我们念，要么自己去看看吧，去读一读就行了。
就这样。这都是比喻啊。假使比喻什么事什么事儿，比喻完了，这都不是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不是菩提心。但是菩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没离开这些个发菩提心，这叫什么？不及，不及就是不是，不离，离开这个也没有发菩提心地方了，这叫不及不离。咱们前头讲了很多平等一线，平等平等，因此啊，咱们想的发菩提心功德，不是咱们经常的消除消业障啊，后头有，后头说消业障的事儿，消业障也不是菩提心，菩提心里没业障，因此嘛，在学这些个时候，念这些时候，千万莫钻牛角尖儿。钻牛角尖你就糊涂了，你钻不出来。不要在这些文字，不要在这些相上去起执着，去起分别。你要怎么样呢？离开一些住相，那才真正的发菩提心。菩提心不是有相的，也不是原念的，也不是离开住相的，也不是离开原念的，这就是平等平等，这叫不即不离。不舍一切法，一切法都不舍，也不立一切法，一法不立。但经常的在入世观，是观，就思维，思维，直到这个功德品，在梵行品之后，它的含义，梵行品是空，功德品是有。这个有，大家读读吧。这有即是空，前面空就是这个有，空即是有，有就是空，空有不二。似乎是《华严经》净说有，《华严经》没说有，他这有啊，非有，都以你心法上立，都是自心的原念，原念就是缘起，缘起可是性空，咱们念了这么半天，四个字。缘起性空，发菩提心是性空，觉心觉悟了，觉悟了一切诸法，性空的，空而随缘利益众生。缘起的，最后的掌握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常入世思维，这样来发菩提心。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？好，今天咱们讲到这里了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兴智
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，方朝忠老师教授，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，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，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，请提早报名，报名电话0627166166，0627166616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，联络电话0627166616或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
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